各位音乐爱好者，大家好！今年第27届圆山音响展，经过筹委特别协商，透过我们公司代理的 Denson 跟原厂要求的一个特别的授权，就是把我们的一个 Denson 发展很久的一个 CD 消磁片，哦，这个市价值1000块的 CD 消磁片，授权给我们这一次的圆山音响展的这一次。赠送各位参观观众的一个第一首的，好、哦、第一首歌，就是授权转录在我们这个这一次赠送 CD 的第一首歌。音响的部分是长时间同电流方向，同电流方向的行走会造成磁感应，磁感应累积久了就会有所谓的 MID， 叫做磁场感应失真的问题。那各位长时间在听，或许没感觉，但是这张 CD 片就是在维护你的音响系统。维护的方法呢，就是尤其你试听第一次的方法是应该要选一片你最熟悉的歌曲，然后经过听一次之后，再用我们赠送的这一片第一首，它有3分钟的消磁，消磁完之后，它会针对你的整套系统音响，由 CD 到讯号线到扩大机到喇叭线，一直到喇叭，整个系统的路径都做了消磁。消磁完之后，它会针对的路径都做了那个磁场的重新的排列跟定位。然后消磁完之后，你会很明确的听到它的音色会更清晰透彻，动态会更大，然后更多的细节。好，然后音场跟整个层次感会有很明显的感受，那当然这个最大的效果你就会感受得到。但是呢，以后你长时间的维护方法就是1-2个礼拜播放一次就可以了，就可以维护你的系统。这是最有价值的一个 CD 消磁，已经在全世界贩售超过20万张了。那今年经过Denson 原厂的授权，我们各位来参观音响展的可以获得这个是永久可以保存的一个对你系统音响有帮忙的消磁。谢谢各位。